对刚刚那个国文最高分有没有？其实录完之后啊，以后你们就可以哈、哦。像我的习惯是我反正有些部分我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把它录制好之后，后面通通可以做完的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我今天录完一个国文哦，其他成绩通通一下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做出来。那录完国文最高分之后哦，假设我要开始写程式，我要怎么写哦？按一个 Enter。记得呢，我录制好，假设在 Module 2里面哈、哦，这个地方哦。假设你今天开头哦，今天就要开始写程式了，怎么写？录制完之后会有个国文最高分。你就直接哈、哦，把这个部分有没有？记得哦，是一定它的 module 里面一定有副，这个叫 sub 是副程式，一定会有 sub 开头 ，end sub 结束，它是一对的，所以一定会有个头，一定有个尾。那我如果说我要写程式，我可以直接怎么做呢？在底下按一个 enter 之后的话哈、哦，加一个 sub， 我要自己写一个程式，然后。就仿照上面的方式来做哦 ，sub， 然后名称叫什么呢？叫所有科目哦，最高分好了。哦，这个是我的 sub 名称哈、哦。那后面记得要有什么一个刮胡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按一个 enter， 它就自动怎么样呢？会帮我加上 end sub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我要写程式的地方。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一个，这个不是录制的、哦、是我们自己写的，就是第一个程式。那如果我今天所有科目最高分，我怎么做呢？直接把这个地方哦，来做一个 copy 之后的话呢，把它贴到下面，贴上去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哦，是特别注意哦，把 active 有没有？ active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你刚刚游标放在位置了、哦、就是活动，你应该意思就是说你游标放的那个是有就是储存格的意思。那我今天如果说呢、哦、我要去修改、哦、比如说我要针对哪一个储存格呢？针对的是我算一下位置、哦、第二列的第几个？1234567890这个储存格，对不对？我要去做什么呢？做一个这个计算、哦、公式。那公式的部分的话呢，我就针对一二三四